独的人，他就在海上乘着船帆。如果你看到他回到海岸，请你告诉他你的名字，我的名字。
我是永信凯。大家好，我是蔡念荣。你们可能以为莉莉安一定要在海边拍，对不对？那我偏要在家。喜欢的朋友记得订阅我频道，下次见，呀、yeah. ，拜。